可以做的。62岁张学友披荆斩棘，演唱会劈叉失败，怪裤子。张学友15号在武汉办巡回演唱会，上个月的他才因为梅尼尔氏症在舞台上晕眩跌倒，才康复就开始大秀招牌一字马。谢谢大家啊，带给我一个这么美的画面，然后是武汉市场里面最美的。谢谢你们，我会永远把这个画面记在心里面。这个裤子不能再下去了，这裤子下去会爆。我以为哪一条裤子都可以做的，原来不是。你看，我裤子都跑上去了。我欠你们一次，有一首歌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唱啊，因为一字马下不去的一首歌了。经过一次失败后，张学友在下场换条裤子，卷土重来，说劈就劈。60岁可以做什么东西？我不会再做的，我们要看下次再来看好不好？除了我打网球，除了我还做一些健身以外，这个其实我还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厉害。